台积机哦，所以啊，你说那个啊，台积机机机，台积机啊，开开台喽，开电流，电流，我今天觉得好像礼拜日哦。对啊，他太开心让我不舒服。第二个假日，这样让我很受伤哦。你这样让我很受伤，不要再受伤了，拜托。你自己去买吸尘器，吸尘器，吸尘器。有没有都很奇怪、啊？我们都什么都不懂。那个没问题吗？什么都不懂耶。他喜欢清扫家里啊。我想扫公寓而已啦，扫公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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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扫地阿姨，扫地阿姨。看你是什么都不懂哦，只有。八个轮就简单的内战，没有垫底了。好，没有垫底。我们可以请本机设置一下吗？中秋节就想吃烤肉，哎呦，吃了牛排就会飞天十秒钟，好爽！吃了牛排会飞天十秒钟，太开心了！哇，牛排呀！哇，飞啊！那我们也规定哦，就是你食物。就只能吃牛排，好，好，不可以吃金苹果，不可以吃别的，就是只能吃巧克力老师。那那个飞天是要飞多高？没有，漂浮十秒啊，啊，落地的力量啊，力量是要多飘上去，还是要慢慢飘上去？哦，就最基础的就好了，你不要那么可怕，好不好？飘上去好可怕。吃饭都最弱，最弱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你不要那么专业，好不好？我们吃一般的那个就是烤肉的肉片就好了，不用吃到和牛，没关系。慢慢让你升天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对对，慢慢升天哦，可以，这十秒很可怕呢，会死人呢，飞这十秒飞很高哎。嗯，所以你要记得头上要有遮蔽物，免得好吃到飞天。大家都不该天巧啦，哎呀，对啊，吃了就可以走。对，说不定你吃了这个有没有，直接可以过中间的中烟大路哦，可以哦。或是你掉下去的时候，赶快吃起来。哎呦，好像也是个方式哦。哎呦，好像没问题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没有间谍啊，团结一条心。好哟，感谢小奈布的超级留言。本集这已经完美了。我还在测试中哎。你还在测试中？好，真的是。原来那么复杂。嗯，没有，还在考。还没考完。还在考。这个牛排啊，那好吃的牛排，多烤一下，太厚了。厚切牛排，牛排就是要吃五分熟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闭嘴，你吃生牛肉啊你。牛肉也是好吃啊。哦，哎呦。本集做什么？要讲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啦。嗯，好。噔噔噔噔，随机分类，对，死人喽！哎呦，我是间谍，没有枪，同队伤害，同队伤害啦，开启间谍，我很坏，是，我们都最喜欢 BOBO 了，中秋大陆，中秋大陆哦，哇，就只能吃牛排哦。好，我也就让我们各奔东西。有人从高处跌落了，掉下去了。背，耶！好，这么腰。每个让他们观众藏起来。藏起来，观众藏的好，没问题。观众不要不见，一起玩。把观众藏起来。你找不到我。十月二日有十名儿童消失在电脑桌前。十名儿童没有头绪。我没有头绪啊。观众藏起来，全部人隐形，都只有粒子效果，有冒烟粒子效果，冒烟粒子效果。好，然后每过十秒会获得一个，在他附近获得牛排这样子。哦，那也很棒哎！烤人肉，哎，不要母汤，阿基。哦，那就来了，6000分中秋大陆，中秋大陆，九起，
九请，九耶啊！臭间谍，这还能玩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等一下，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里面再吃，我要进去里面再吃。你现在饿了？高空山，我在高空山。为什么你那么快就饿啦、啊？国王在干嘛、啊？国王很胖哦。哎、欸，我飞起来了，白痴有够久。嗯、我应该下去再吃的。我们刚刚明明就游戏设定都有调啊，有人都不管啊，你都不听啊。怎么会飞？我怎么吃鸟还会飞？怎么飞那么高？我怎么会飞十秒钟？整整十秒钟。跟你们讲，吃鸟还会飞十秒钟，我刚刚测试出来了。好，对啊，哇塞，这个彩蛋，这是二零新彩蛋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哦。你在第几层？声音最小声哦。你在第几层？我们在五十层。OK， 我遇到了。五十，好。要不要我有一块钱？我没钱。哎，后面。哦，这边有黄金，有黄金，多一点好不好？你不要钱又飞走了。这我直接升黄金出来了啦，你不要那个了。黄金，你知道 BOB 的钱都会飞走，知道啊？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这边有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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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巧克力，可以走，可以，巧克力，这，不要，不用往回走，我在挖钱，我在挖，你往回走，你往回走，这边那还有钱，还有钱，快点快点，然后抬头，哦，好，太完美了，快去外搞，哇，哎，那个本季你小心，你不要摔哦，完了，一定是我们钱飞走了，真的，你总会有一块钱呐，国王，我觉得。我是国王哎、欸，那你为什么可以有啊？对啊，你是国王，那为什么可以有钱？我钱会飞走。欸、本子也太快了吧！他瞬间五十金矿、金砖、金砖、金矿。那你还没换，所以还是有机会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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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可能他去中间的时候不小心摔到。那国王是谁啊？陨月啊！你是不会看 ID 是不是？现在连自己人的 ID 都不认得了。有的啦，嗯、我刚刚没看到嘛。哦，连续两个金砖是什么？没问题吗？有问题啊！哇，大富大贵！哇，大太强了！本机换了，哇，本机在下面了！哇，他挖到，他挖到，而且我刚刚还不小心吃到牛排，我飞超高！然后去换岛高，输了。输了哇，输了！我们重来一局好不好？我们把那个国王弄死啊，把国王弄死啊！啊，把国王送出去！唉，都是因为国王，他都把钱啊都弄掉了。你看他都不晓得在干嘛，大傻眼，大爆眼。这里有个洞，你的洞。欸、你不会把它堵起来捏哦？捏哦！我两次都没掉，你就会掉。啊，我就第一次上来捏哦，不捏哦，我那次也没掉。有，反正你知道 BOB 的钱都会飞走啊。我不知道哎，挖隔壁，然后他那边风很大，然后他的口袋就100块，不晓得在干嘛，直接被风吹走了。哎，傻眼，被吹超远，100块哎，100块就吹走，然后他也不理，他就想说啊，走了那应该就不行了。然后后来我们在。就是因为那是有老板带我们过去的，然后老板就说：“哎，你那个钱好像还在那里耶。”就是因为他只要碰到水，就会卡在那里，不会吹很远。然后说：“你要不要过去看看？”然后 BOB 就很开心的过去找，哎，这个找到了，他就很开心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就想要跟那个团团击掌，他手上拿那100块要跟他击掌，然后一击掌，然后钱就飞走了。超白痴的、啊！他第二次飞的比第一次超还要远超多。我是很难过的欠钱。我们那时候在挖蛤蜊，然后挖一挖，就想到 Bobo 口袋东西白色的跑出来了，还看了一下，哦，真的耶。然后我就看他口袋里面还有一些东西，那样子。然后过一阵子 ，Bobo 你的100块又飞走了，另一张100块飞走了。我真的，你知道他那个，因为那个过去就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你在那边耍霸气，然后还想要击掌，然后钱又飞走，然后他还不想捡，因为飞很远。他就走一走，然后就很落魄，然后那影院人很好，过去说没关系，我陪你走，然后就真的再找回来，然后他就不敢再跟我们击掌。听我讲一下，因为你知道他很过分、哦、你没有资格讲。听我说呢。哇，我学代现在才开始讲，完蛋了。哦，他那次我有看到，他就是其实那时候好像是他那个一百块拿回来，然后想要踢在团团的背上啦，他就这样。拍一下就飞走了，没走。
而且飞超远。哦，这游戏好难玩哦。不用不用，你到底在干嘛啊？啊，我一个学生奴。对啊，我学生还没缴哎、欸。啊？哦，我们进、哦，好险好险好险！我先哦，碎啦！啊，我又飞起来了，今天转移速。我完全飞一个奴隶。对。干嘛、啊？有事吗，国王？国王怎么了、啊？国王？国王飞起来了，国王的钱要飞起来了。你又要飞走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气啊！下次你可以在口袋放一千块吗？哇，太好了！你可以叫妈妈放一叠的，这样我就愿意帮你去捡了。然后我捡到就会跳一个成就，谁找到就是谁的。哎呦，很会成就哦。妈，我在飞，这样子。你可以努力啊，你很。很饿，在天上连续吃，说不定有机会哦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上面的风景真好。对，上面的风景。不行，这太低。哎，宝宝，我们很穷。你180，你跟我讲说你很穷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才生搞搞哎。还生搞搞？还敢生搞搞？你后面，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这也是我的。啊、我跟你讲了，咩咩咩咩，你又想要抢？我保你这一场话很多，你是怪怪的、啊。我就间谍啊，那投我、啊。好啊，开启同队伤害。先不要，让我先吃牛排飞走了。欸、牛排是牛排味吗？还是别的味道？橘子的味道。他是间谍头。怎么了？他自己吃的味道不一样吗？没有啊，不是投票投包包出去啊。我想说投票是投看谁吃牛排的味道不同。会不会有种哈味？西瓜有那个西瓜，西瓜，斧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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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呕吐，呕吐，呕吐，呕吐。我没有讲你，你这。哦，我要喷掉，我要喷掉，我要喷掉，再见。我他去呕吐了，我去吐了啦，气死了。我都没有讲、欸。你要讲反反啊。怎么了？跳上跳上跳上跳下，跳上跳下，都在互相伤害。欸、哈基有什么八个一哦？那是什么？没有啦，那十一我跟没有八，哈基也有啊。那时候真是超夸张的。那个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玩骰子，那个十五个五，我前面不管还是什么数字什么都有。然后那个 MOC 又一下来玩，哦，直接拐到我的气，要直接我喊什么，直接什么都没有。是啊，然后那时候是没有人懂啦，你安静啊。我们玩那个啊，山中小屋的时候啊。哦，对，八个骰子，正常来说期望值应该是至少有八，因为至少应该骰到八左右。我八个骰子骰四而已、欸，哎，那几率超低耶、欸，就是哎、欸，好像16个骰子吧，应该骰八，这骰四而已，骰出一个豹子，对，超扯的啦。好。那个巧克力做好，他去弄间谍的，嗯，他弄那个弄间谍吗？四五块的，150块的奴隶，你是不是间谍被人自爆啦？哦，被人自爆啊，自爆了，背叛者，我还没做事，不要翅膀是谁拿的？我都在我身上，两个都在我身上。哇，繁星好会拿、啊，跟你又不一样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哦、我就怕被骂咩，我在那边混。还行，还行呗。我还跟你讲，还会记错水果。嗯，气死了。那之后你献祭大法不是成功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瞬间。你看我说嘛，那个我们其实中间还剪掉啊，还剪掉一场足球赛啊，这足球赛气死了、啊，我怕剪出来大家会狂骂 biu 啊。没关系，大家越骂。那完全当间谍啊，把球踢进我们自己家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好开心啊！那糖豆人，我中间要去顶球，他卡在我前面不跑不走。我想说你卡屁啊，你哪一队的？
其实他刚刚才跟我才 在我户头里面会有200万，然后说的是，哎、欸，等下那个小兵有没有踢球？你要把他挤进去。波波，你是不是被人家买间谍？被人家买间谍？哪有？我最不会做这种事了，啾。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有天赋啊 ，biu biu？ 什么天赋？间谍天赋啊！哎呦，200块、哦！不是我，好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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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谁啊？哇，还好不是我，本子拥有你还敢找外面？哇，那你母汤啊，本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不要就不要，结果你变成小三有没有？小三热搜200块，哇哦，哇！那我也是你的小三呐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亮哦！到底是三星吗？干你屁事啊！哎、欸，他们本机又来了啦，还要把那个虫虫拆的只剩玻璃了啦！还炸，他还炸虫虫的哦！还没，我要把虫虫中间都掏空。哦，我还去跟他对峙看看。会，因为理论上那个玻璃。还是可以用猜的，你猜猜看。会。哎、欸，摔一摔有没有？直接吃牛排飞到虫虫的上面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我们全部发光哦。我没有发光哦。他其实想炸我，好给炸對。对啊，我们都想炸。对啊，好给你炸。哦，太早吃了，哎、欸，其实没有飞很高、欸，哎，它飘很慢啊，慢慢挥啊，慢慢挥，阿辉，慢慢的挥，哎，冰波阿西菜龟，我看，慢慢的挥，我猜一下，我要飞起来了，我要飞起来了，你们，对面在追我，但我飞高高，哎、欸，可以躲，真的可以躲，哎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哇，这场在下面，这场不能太早吃饭哎、欸。他们那边说啊，我不小心又摔了，我再飞一次。啊，你死了、啊！你死掉了，飞起来了，我飞起来了。哎、欸，还蛮好，蛮好笑的。又打一打，打一打就飞起来。我多少钱呢、啊？我再去一次。买食物。买什么嘞？买牛排啊，牛排哦，牛排啊！哎、欸，他们已经在开赌了，问号，是我啦！你也太有钱了吧！我天哪、啊，老板，你刚帮我勒索钱，然后帮他杀掉啊，杀掉我就多200块啊！只能吃牛排，那金苹果是不是也不能吃啊？对啊，金苹果不行，金苹果不行。哦，你没听？我买了禁果放箱子，禁果，禁果，不能偷买，偷藏禁果。没有，这样团团会很难过哦。我要叛变了，哎，又掉了。你要叛变？好，我来接。还好哎、欸，他把那个弄了、啊，就是直接拆玻璃就好了。哦，拆玻璃，玻璃玩家。哎，他应该给你钱去附魔的。贵猪贵我买了。猪贵，好，猪贵，猪贵，猪会贵，第一会贵，一会贵，对啊，就是，不知道就是什么字母会下贵啊？第一啊，对啊，第猪会贵啊，猪会贵，还要坏掉，还要坏掉，好敷衍人哦，我要惩罚他。对呀、啊，你想惩罚我？你那个不行……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他那个鼻毛超好拆的，哎，一碰就碎了。就鼻毛那个蜡烛啊，那个是蜡烛。哎、欸，宝宝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鼻毛你被挖了，你被挖了。就你在挖，你在那边，我被挖。那也是你被挖，没错啊。好。他好心提醒你，你还怪他？我的天哪 ，Biu Biu， 你这人怎么这样、啊？天啊，我把他扎下去好了。扎下去了，把它挖下去了。我就玩地雷啊，受不了。说不定加一个 BOB 会更好，真的。大喜的会比较更好。大喜的会这个 BOB 不尊重我们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、欸，你后面的 DOE 是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？那只是我乱打而已。他、啊、为什么不是第一哦？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他是想要抄袭左九啊，左九也是有自己的啊。啊哦。啊，我就跟左九心有灵犀一点。闭嘴、欸！你这样很侮辱他哎、欸。他都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他都哭着。
说半夜都跟你哭诉，然后流口水。他就说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玩，他就说没有啊，看到 biu biu 的 ID 又不开心啊，被取代了、啊，抄袭。对啊，你知道对对一个创作家来说，抄袭是很难过的吗？我本机又来了。哎、欸，他们生小孩，都他们那里。喂、欸，行，因为我觉得我拆得掉。好爽哦！克制他，你有没有要翅膀啊？哇、哦！他打我，他打我，他打我！我飞，我飞！我不是跟你讲话啦，我是跟我飞起来，我飞起来，我加巧克力讲话。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合攻了，你们赶快合攻！我快快快快快！啊，好像有金火说话一下。哇、啊！矿镐打死哎、欸啊！没事，他的那个鼻毛，那个虫基本上已经没了。欸书柜有了没？有，他记讲了，我刚刚没在听，都没在听。哦、你看另外两个人都听到了，你没听到？哇！开场的时候说牛排会飞啊，不听。呕吐怪。书柜说弄了他也不听。嗯，到底会听什么？嗯，哦，什么都不听。可以让 Bobo 吃牛排会恶心吗？呕吐怪呀、啊，就让他有没有？不行啊，等一下吐在我们身上，不舒服。哎、欸，枪什么枪？你霸占这么久，我只是稍微中间点到一下而已。我想要大买一下。你闭嘴啦！我不能像他，他等一下。我们小心哦，我们小心哦。踩到自己呕吐，然后滑到虚空去吗？哦不，哦，我心很强的，我心很强。好厉害、哦。但我们很弱，我们都被你弄得快要气爆了、啊，心脏病都发作了。个原本没有心脏病、欸，认识你都有心脏病的。对啊，我们会心爆哦，心爆，我们心会爆炸哦，可怕的哟。嗯，哎、欸，中间钱是不是都忘了？没有、欸，第二波我挖过了。哎呦，我就飞下去挖。哦已经到这个了、欸。那你要不要飞过去看看他们有没有那个附魔台吗？啊，可以炸一下，如果有炸爆他们，炸爆他们！把一个留在家里。哎，谁、嗯、啊？啊！我、欸哦、好，好、哦，你家在。刚好，现在你就可以飞过去了。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！我要勇敢的飞，不管有多远。全员在附魔，全部都在喷喷。你为什么吸我经验值，包包？我差一点呐、啊，强力三，强力三，强力三。想一想，然后嘞，哎，我的剑，过分呢！巧克力，我的剑，好，你不要偷塞在我身上。你靠那么近，你们喜欢贴着啊？你们那个好好变态，你们才变态。我这要弄三次的好累哦。就四个书柜而已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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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碎。叮叮叮！双方都在附魔，双方都在附魔、啊。他们也是，他们也是刚三个在附魔啊，团团在乱乱手，乱乱手。嗯，他没有穿衣服在野外乱跑。很呆哦，他在那个、啊、找那个哈基。哦啊？为什么是找我？啊！你要问他，你问我干嘛？我里面放一个强力三。强力，他找你，你怎么问我？就啊，后上快，时间到了，我换一下，你走开。有啦有啦有啦，没有，你换超久。QQ 还在那边说什么强力三，我都买强力四。老板，不要用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啊！我都有强力三，我干嘛要用你的强力三？哎、欸！爆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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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团团团啊！你看，我就说他在找你呗。
好哦。没有，还好我的弓还在。哇，这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欸、要重来了。啊！但我弓还在，嘿嘿，我是装备都付好了啦，我也都付完了，我只差剑而已。好，啊，我们就四个书柜就好了。对啊，等一下四个书柜就好了。这样准备完毕了。好，好。哎、啊，你按了，你干嘛按那么快？傻眼 哦，都不沟通的。中间反下去吗？我可以支援你。反星已经过去了。哦哦哦！哇，达到人生的巅峰了耶！哇！我要赶快离婚才行。那你三个书柜一下啊？你有好？这样可是你有，你戒指有抗体耶，有抗性哎。对啊，你离婚，我们就射杀你哦。好东西不用，还在这边。欧北来，对不对？你放放三放四个书柜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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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咚咚咚咚咚。等我一下咩，快，时间不等人。等下旁边要先喷一下，你赶快先弄，我旁边我来。你是不会放书柜？我已经换好了，换好了啊，要先隔一隔啊。你是不会放书柜、欸？他都在装忙、欸，不做事。我先听一下哦。你看看你这个书柜是在放哪里？你要附魔附到哪里去？你的附魔台长在哪里？ 我长歪了啦！他无性生殖，他长歪了，放下。我们的附魔台不需要跟你一样。有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可以搞一下，你可以搞一下。我完全不懂啊。没关系，我也不懂。我觉得他们又在附魔了，我觉得他们又在附了。对啊，然后再去炸一下，你又可以来回飞飞。我在二楼，我在二楼，我有武器。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二楼，我没有武器。你可以往下围啊、哦！你这边 OK， 你这边 OK， 对，我这 OK。瞬移，他到正中间，到那个我们这个岛这边。对对，他靠我们岛。我在岛。我看到，靠我们岛，他靠我们岛。两个岛，两个都偏我们的岛。他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有收到他一下，他飞去对面。哎呦，他想跑回去了。哇，那边过不去了，繁星。哇，繁星死。哇，他们力量弄你！哇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弓超痛哎、欸！哇，已经在先弄好弓了啊！对，是吧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应该先复弓了，对。他们弓都超痛了、欸，还是 BOB 你刚刚弓给他们了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掉啊，我没死啊，我瞬移到刚刚我们家这边。哎，可恶！哎，我在地底，我在地底，完了，我在家外面，我在我们家外面。不行，我要先去捡我的弓。你都往虚空跳吧。哇，我在他们家后面。哇，你可以回来吗？不行，我掉下去了，我掉下去了。哇，包包。哇，你可以上吗？还有弓。我拼命过去中间。有啊，下去了，你也下去了。好，但我只能捡一个，后面有团团，救我、啊！我也掉了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。你们可以吗？我弓箭可以支援。小雨捡到。哦，一起下去。这是我的。啊！我没有垫脚趾啊。有了，没需要东西。你跑。跑酷，屁股痛，下一颗来了，下一颗交给你们，有点，我拿一颗，不行，可惜，那就各自回家，各找各吗？拿蓝色的，各自回家，各自回家，我救你你哦，哎呦，好我至少运气很好，我弓一直都还在，好紧张哦。就你哦，好棒！我们也回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也归位。好耶，活了！哎，我110块，白痴，我负债了，活该啦！累死人，biu biu，累死人！谢谢你们，
啊，食物牛排。我没钱又没食物。牛排都不 OK 啦。来来来，我放里面。去挖钱钱。耶、yeah。帽子不要。啊啊啊啊！还好天花板啊。哈哈哈！半条飞起来了，付一百多块是怎样的？我买个发光啊、哦！好、哦，又结婚？是谁？哦，他们的。好，都在家。嗯，我好穷。我也好穷哦。我负债。书柜我先放一下，放十五个好了。哎、欸，有四个啦，四个啦，有四个啦。我已经放，我已经买十一个了。哦，怕他们又会来炸掉了。他现在有发光，他会看啊妈，嗯啊，有有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谁找到就归谁。没钱换，我去他们家炸炸哦。好，拿去了、哦。嗯嗯，加油。Go go go go！ 像我也只有一颗，哎，只有一颗啊？怎么越变越多？够了，怪我吓死！我想说，奇怪，刚刚不是24等吗？怎么变30等了？果然他们又有啦，他们又有了，要炸了！炸掉，炸掉！等一下换他们来炸了。嗯，想附魔，双方都想附魔。国王，你的血是怎样？我没食物啊，我先赚个钱啊。买啊，跟我们拿啊。这弟弟很安全。都不相信我们，他只相信他自己。哦、没有、哦，我哪有？哎呀，哎，彪彪，好的不学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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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不了啦！赚一下口口吧。我们也有发光。嗯，一肉的黄金，感觉不知道干嘛，花钱。他们刚攻真的还蛮痛的哦。嗯嗯，哦，无限攻碎了，是。哦，哇哦，就就就就就无限强力火焰。太扯了，哇，好强哦！有了，我可以先去买书了。哎，你不准死哦！你绝对不能死哦！不，你可以死，但不要不见或送掉我。我嘿嘿，你现在的生命比 BOBO 还要重哦！你知道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吗？哎呦呀！我直接问号。就像我三三等，我妈比较重哦。哇！阿金，我飞上来找你啊！有没有需要附魔的？我升三等。你我十九等了，我你都好了吗？你都好了吗？我剑倒是没有了，没有剑。U B U 啊，他。我先找个地方吃东西。他们好多钱哦！他们在叠高，他们在叠高。他准备炸了吧？想叠过来行不行？像这样的爱情。嗯来哦，摔倒下了哈！封一次，哎、欸，巧克力王，欸、新国王，巧克力，对面那个吗？对面那个在叠高那个，等，弄他，啊，下不去，放他，弄你的挚爱，他顺走了，啊，他在我们家上面，在上面。我们家这边，我们家哎、欸，下面那个，我们家正下面，我们家正下方。我的这件事哎，正下方，我下去找他。对，可以。哦，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哇，射不到。到了。哎，王快死了。哦。哎呀，缘分呐、啊！哎呀，反正他要补血就要吃。哇，吃了，他飞起来了。啊，
有了我。可惜。旅行商人。哦，又飞起来，会飞起来。现在过去炸一下他们家。头顶上没东西。我在他们家。哇，你不是国王吗？对。你这样没问题吗？我会飞，我会飞，我翅膀。哦，好，而且我还留牛排。小雨从高处。哎，小雨可能为了追我掉下去了。感谢有你，危险的违禁品。违禁品，违禁品，违禁品哦，不能吃哦。小子，这个好累哦。就知道他们一直三不五时就换一些书柜去放。嗯。哎呀，来个轻盈呗，没有。高高高高，紫铜拳。深海漫游啊，怎么都给我洗。饿一下。哎，我们双方都没发光喽。他现在发光说不会还啊、哦、他冷却 CD 很久哦，很久很久。我再过去看看，有一千。金苹果吃的会怎样？金苹果吃的不会怎样，我们自主规范。金苹果吃了 ，biu biu biu biu。好吃，不就那你就不就吃饱了。来了，我在飞走啊！我宝有没有？有没有青金石？有没有青金石？有，我有，我有给你。好像没差。哎，有有，我又炸一次了，一次炸四个书柜，一个书柜多少钱？好恐怖啊！这什么东西？把它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违禁品，违禁品，违禁品。禁品收起来。嗯。不能吃，不能吃。哎呦，打国王了。哎呦，应该死了。真的死了、啊、怎么了？雨月不是国王、啊、没事，垃圾渣，不是雨月，不在啦。什么那字会看反？哦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团团，团团站出来，团团站出来了，哈基，看哪？他炸你，团团炸你。啊，丢都丢歪了，丢歪了。啊，睡哦，睡哦，睡哦。哎、啊，你弄你弄，我飞过去，我飞过去。挖个钱啊、哦！好。啊啊啊！等一下，我的弓掉下去了。哎哎呦，没事，刚看一下，阿宝、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我来支援了。没事，我注意我血，我还无敌。好、啊，他用了，他用了，我也用，我也用。哎、欸，反、哦、正你哦，我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哎、欸，哈尼，那个团团。哎、欸，哎呦呀！哦，痛痛痛，我可能会死，没事，我飞。哇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剑掉了，我的剑掉了。你干嘛？弃剑哦，打架弃剑。哎呀，到了，按错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血量好可惜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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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光筒还没回来，发光筒还没回来，可恶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呀，太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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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我在，我在，在他们家。哎呦呀！敌方家是谁？阿基还是阿基？我的天哪、啊哦！这是我们家还是？是我们家？你在他们家？你在他们家？啊、你算回来吗？有人在用外挂在飞啊！你这样子摔下去，不是又扣血了吗？我清零三。哎呦，巨虫！嗯，那是谁挖的？不是我、哦，他们挖的，是不是？本机挖的，本机挖的。我重挖哦，他想要重挖是不是？没有。他们自己挖自己的虫，没有，因为他想要重新弄，他的那个虫，他想重弄，对，要重弄，已经也差不多了，鼻毛长歪了，对，我有，哎、欸，我把颜色射下去了，弓箭大战，有，气，有，巨斧的家左键可以一次买，对，有，我来，买好了，买好了，你怎么忘了？越来越高，我就想说奇怪，他这怎么越来越小了？他气越来越小，没有，是你变快了，有没有那个讲法？我的剑啊，好恨啊！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重新复。嗯，耶，所以哦，什么纪念品？我剩四个，
哎、欸，食物哇，我要去买，我去买，再买就好了，回去。你看食物没了，你就说什么再买就好啊！你的剑没了，你就不会在那边说别的。因为别人的东西都不重要啊，我们的食物不重要，是啊，这么就好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要在这里，你卡我，你卡我一辈子。哎、欸，我食物买了，食物买了。好。哎呀，我来看赌一下，看他们那个经验归零一下啊。天作之合，没钱了。好像700块了，我的天哪！真是。啊、那700块太扯了啦！哇，他们，啊、你自己我们的我们的，对对对。那我觉得他们等一下也很会用。哎、欸，桥接起来了，空桥空桥。我在跑。他们在上面是不是？上来，走，再走那个平台了。哦。音乐是音乐。音乐坏坏，那、欸、我的钱哎、欸，耶，离婚了你，反团更多钱啦，更多钱啦，对，他必须离婚啊，这样团团才不会有抗性呢、啊。嗯，真的是太神了，我觉得他们好像又有了，对，小雨又在，果然又有了，没看到小雨，没看到小雨，哎，我炸了，哦，有几次输过，我都炸几次。有几个我就炸几个，哎、欸，看不到照射哦，我在射歪，哎、欸，团团上来哦，团团上来哦，我有发光了，水哦，水哦，我真的好久哦，久啊，真的久，上面那个团团，嗯。他们是国王是团团吗？嗯，对对，国王是团。你现在干嘛？其实飞天有点霸气。来挖姐姐。好、啊，那你挖，我去跟他们玩。射、欸、他，我来射他！哇，他们还用中毒箭矢啊，这么有钱！哇，团团团团八块900块了。哎、欸，哎呀呀！我去挖掉那鼻毛啊！不行，他们在射我。哎，他不让你挖鼻毛啊！不能附魔，不能附魔。关键他就是想要让那个有鼻毛，嗯，因为鼻毛很难炸到那上面，不好丢那个。对，可是他其实就是一挖直接啪啪就掉了。哎，我们上面有哈记无限箭矢。哎嘿。耶！疯狂射 ，Aki 嘞！快走到了，巧克力都是你在跟我讲话。没有，是因为 BFB 刚刚太底下，远离我们、啊、不舒服啊。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他们想站上面了，他们站上面了。对。哦，好，来了，走了。我忘了我回来要干嘛？我想买炸弹。有吗？啊，被他丢了，拔蜡了。你。会点吗？让他疯狂在爆炸！哎、欸，他们要自控哦，他们要自控哦，他们三个哦。国王快死了！国王死了！他们只能退了。瞬移射杀！哈哈、哦，你瞬移拿副手啊？对啊。他们回去了。啊、他们走了。我看到。哎呦！什么鬼？喂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谁那？他们带走了吧？啊啊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边带走，他们没带走啊！不，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你吸，因为我看时间啊，看错了。好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哦，耐久三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飘起来了，可以飘起来。有人飘起来，忘记了。牛排飘起来了。哎呀！上面那个吃饭区，不然真的，这是我们拿到哈，我拿到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，自己放，我撤回来。跟你讲，这鞘刺实在是太好用了。哎呀，鞘刺给你拿正确啊，有没有？来来回回啊，短一，哇，那个弓真的太强了，太神了，哈基，你那强力几了啊？五了吧？强势而已啦，哦，是强势，强势火焰无限。那就很强了哦！不要、欸，他们在使用，燕子归零了。
没事没事，他没带附魔、哦。我等一下再去，我等一下再去。不可敌。他们都一直只放那个、啊、四个书柜。不用不用，你书柜谁叫你要放那么多？学学他们，就四个就够了。我不会放。他们现在放了吗？还没。他们有个有个下去了，怎么下去了？怎么了？那举盾走，举盾走，走到死掉。这个他怎么了？不，他就举盾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抬头，然后没看到地上有洞。噔了噔，对。啊！我到笑穴了，完了，他都只顾着看哈记啊！赚钱赚钱，太可爱了啦！小孩啦，爱的极尽。中间下面100块可以挖挖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不射了，一直射感觉太压制了。他们又在抢攻抢上面呢、欸，小雨。小雨在抢场抢，我在攻上。你攻上。李光南，你讲清楚哦，都不会讲话了。哎，完了啊！被清了，被清了，被清了！我顺回来，我顺回来吗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哎，他就等那一刻哎，等帮你清你的捏捏。我正好飞起来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小飞在飞，赶快！”赌博看能不能清到捏捏，太会赌了吧？然后小雨主动离婚，因为他知道有没有，因为刚有抗性，所以我没有摔死。啊，好险哦！真的是差一点点。哎呀，好运，好运，好运！我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有五零，你知道吗？太快了，我都怎么了？应该是还有一个错字啊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啊，没了，两个都没了。嗯，他们好像也被清了，因为他们都没在用。没、欸，不然就掉下去。我的摔到虚空去了啦。啊，嗯、哦哟，反凡第一天就拿了。那么厉害，扣分数，新内内，没事，后面我当坏了，就这边也要有屋顶，差死，方便吃牛排，这是吃牛排区，吃牛排区，哎呀，不想丢这边，你们就射我，那只好丢这边啦。可是你没有内内，有点变态，有点色气哦，内内内色气，被亲了、啊，哦。怎么亲我捏捏呀、啊？蛮亲的哦。哎呦，那一下就很痛哎、欸。本机，本机都不穿衣服呢。本机不穿衣服、啊，他从来没穿啊。从来没穿过、啊。知道知道，我想说你一直穿。这次不穿，我未来也不打算穿。这哦，本机是这样挖哦。本机怎么挖？就是剥虾壳啊，剩下虾壳而已、啊。虾、哦、懂了吗？这样讲可以了吧？哦，没有完哦，刚好喷完了，还好。我还没，他们几个还没喷呢。我还没铺，我还没铺。本集是建筑师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国王吗？那是国王吗？下面那是跑的国，哎、欸，国王去挖，去国王去挖东西了。你说弟弟吗？对他下去挖东西了。他们保险箱烧起来了，保险箱烧起来，你射到保险箱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看到本家还私藏金苹果哦，哦，没人要啊，我真的。哎呦，没有发光，有有，大家好像都不要。本机好像看到是，有吗？我想是把那鼻毛给打掉。哇，那个鼻毛，小孩，要打掉我就得下去。他看到了，呜呼，屁股痛，巨人啊，巨，我射巨，红色，你是想歪了？没有，有 B 有 B 啊，有，有，现在的比数差1000分。啊，还好行。嘛，我们主要是那个啦，钱不够多，所以也没办法再冲更高分数。嗯嗯，小雨，赚钱。我要去找国王了，走吧。
可能在弟弟，你啊，小雨两件呢，可能在弟弟啊。嗯，我们发光剩一分钟，你看要不要去找团团？一分钟哦。完了，小雨有伙伴。哎，我们要射你了，本机问啊。帮他挡刀，挡箭哦，手榴弹，香。对啊，你们可以换一些手榴弹。刚被吃掉了。嗯。还有三十秒，苹果不能吃，丢掉。小雨想炸，小雨想炸上来。老师应该在做点内力啊。下去，小雨，你们小雨死了。小雨下去了。我们发光没了吗？还有，还有十五秒。哇，各种技耶！按一按，打开包包就看得到了。哦，九八七六。啊！好烦，你个鬼魂！帮我，我是被逼的。我想要再杀他一回。我想挖到团团的脚底了。有、哎、你打到他是不是？我不是，是我被打。有个妮妮，你这个孽种，要你何用？不能打，可恶！六十秒内击杀玩家。你发光啦！我啊射人呐！我来射人了，让我射！躲在那个洞中了吧？有看到火、哦？需要开天眼的跟我讲一下哦。我有，我团团团团无敌没了，在哪里？他弟弟，他弟弟跟圆圆在弟弟。圆圆，我觉得那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发光。他无敌没了，他无敌没了，阿瓜。我到了哦，波波你到了、哦，弟弟，没有，我送回来了。好，他下面有两个人在陪着他，我等一下可以再过去一次，再去一次啊。他们上面就一个本机而已，我冲下去了。往下哦，他没有装备。一，这样射没意思啦，本机。这样有意思没？没意思啊，这样子。本机给攻了，强力二还可以啦。反正我在走，我直接想要来。屁还太多了，他有屁还挡啊，他有屁还盾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重点是，哎、欸，那团团团团回来了，团团在那个商店那里。哦，为什么本机没发光了？因为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哦对哦，死掉就没发光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不是那个哦，歼灭哦，对对。不是永久，不是永久。傻眼！团团那个位置砍不到啊！哎呦，他上来，他自己上来，他自己上来，他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！丢人呢？我在他们家弟弟，我要吃牛排飞上去，我吃牛排飞上去。他在商店区，团团在商店区。有盾举着，盾举着。他在一楼，他在一楼，他在一楼。撑个十秒，你撑个十秒。有。狙撑，狙撑，有我在撑着，我的有他背对你，他背对你，哎，他顺走，他顺走，我这边在炸弹，这边在炸，有看到团团送到哪吗？他在我这边，还有这边，啊，快跑，他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是啊，他摔死了，我看到宝石，我看到宝石，你可顺吗？我捡到。我有无敌，我有无敌。好好好好，我来接你，我来接你。哎，没见识，不，你可以蹲的，可以。哇！哎、欸，本机大家用 TNT。哎、欸，我会飞。聪明啊！关键时刻，赶快先刻牛满。我没见识。哎呦！六六六啊！哎呀！赶快看到那位置。先刻了再说。先刻。旅行商人。你知道小雨刚多过分吗？怎样？怎么了？他派了两个屁还帮他挡箭，我射不到他，只能射到屁啊！但小雨可以射到我。天哪！有啦，好恐怖哦！孩子太强了。真的有放到喽。好。还以为没用，有我罩你。安心安心。商人，我看一下哦。你干嘛？我是在飞。哦，我并不是在爬，我是在飞。我看到那个 bug 键。
有东西在飘着，就 bug 键了。嗯，你都 bug 键死，那一个死字差很多。好，键 bug 键死 ，bug 键 ，bug 键。亲妹妹，靠前，我也没钱了。没钱，好，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屁还钝。为什么我们的储物箱要放一堆垃圾？你是说 B O B O？ 不是我哟。他们在付了。他们又在付。嗯。哇，那我也只好再换一些炸弹。我五颗。然后中间有钱可以挖了。好啊。中间 B O B O 赚钱啊。好啊，赚钱。垫脚石，他们很爱结婚的、欸，其实他们疯狂结婚。音乐不要再掉下去，音乐糟，音乐糟，我很想笑。欸、他们也没输过啊！耶耶耶耶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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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哈！哎、欸，那颗应该有。哦、这么厉害，本机死掉了，我再送他一个。本团在一楼，一楼在射团团，对啊，他想射我，他不让我们进攻鼻毛，你约死了。本机疯狂叠，嗑药，本机嗑药，嗑药本机，嗑药本机，他叠超快，好笑。不行，这射不到他哎、欸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冲我！他冲我！他疯狂叠！我砍的，我砍的！气死了，是不是？气死了！气死了！放家！团团的弓好像没什么强力的。他刚掉过啊，有掉、啊。鼻呀！不要把他鼻毛给拆了、啊，不要不要！再走，再走，再走，很远，很远。音乐坦克又来了，音乐坦克又来了，坦克。人家打那个关卡，第二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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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坦克。音乐可以，本机在后面对话。哦，哎，我彪彪，你去，你去。哦，哎，不管。这个是谁啊？那是音乐，前面是音乐。哦，他剩玻璃耶。对。哎、欸，有人。音乐在弄你哦，音乐想弄你、哦。下去。音乐下去。我去猜猜看哦。你猜笔吗？要先猜笔吗？笔毛猜了，笔毛猜了。本机又想来了，本机又想来了，又想来开了，他又死了。有我屋顶，我屋顶，我可以吃牛排。本机吃无敌啦！他可以吃无敌啊！对啊，下面这是谁啊？宝宝还是什么？这是谁？有标啊！包不下去，包不下去了。哇，那玻璃其实还是很难炸，都是要慢慢拆的、欸拜拜。我在里面，没有炸炸看哦。好、欸、好。哎、啊欸，完全放不到啊！好像有放到一颗啊，炸到一点，炸到一点，对，剩玻璃。哎呦，我掉下来，我掉下来。他没有发现，他没有发现。本机有看到，我顺走，我顺的是中间，没关系，没有人。那个发光的是团团吗？杀、欸、我哎、欸，莫名其妙。其他人杀不掉，只能杀你。对呀、啊，没有杀你，没有没有问题啊，你是他们敌对啊，他杀你应该啊。什么鬼？欸、我们杀他们就可以，你被杀就不行，这样子很不 OK 哦。好好好，我错，我自己心态不好，你完全双标哎、欸，完成，你不能你头上绿色这样哦、喔。好，我自己调整，我自己调整。嗯，对不起，我心态不好，这样子不 OK 哦、喔。太难过了。嗯，我要去换恶心药水了，神奇。哦不，他吐了，他吐了。闪光弹。哪一个比较好啊？吐了，
小心，他要吐了。我要去丢他们了，我要去丢他们了，我要去丢他们了。有有有，我又快到了，我快到了。救命啊！我必须先远离 ，biu biu， 我怕他吐到我身上。欸、你吐到我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我死掉了，我要再过去一趟了。哎、欸，你要炸弹客，你走开！知道我在下面走，我在下面走。你走开！结婚了，200块。哇！本期别再来破坏了啦，本期。好烦。彪彪，你怎么输了？彪彪，我会把小饼炸下来了。你们那边疯狂炸，我看到方块慢慢的消失。我觉得那本期有点事情做好了。哦、我要爆了，五秒，这五秒后要炸了。我觉得小雨应该也是，小雨也是那个吗？班克应该是他无敌，然后自己炸去。嗯，本机这边空了哦，本机这边可以补了。补牙要补了，你就可以在那边丢 TNT 了、欸。有了有了，哥，波波，那不是波波，本机可以补了。到底在叫谁呢？我觉得那样子说不定用 TNT 都可以炸。对对对对，在本地的平台用 TNT， 嗯，补一补的啊，去钱那是强迫症、啊，要哭哭了。他们要跌过去了，不要射我啦，团团，你很坏、欸，干嘛啦？你有毛病、啊？你发光、啊，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开心，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。对。开心归开心，好吗？现在有两个工人在补了。我看到，看到，帮你偷钱挖钱钱，没中，小雨没中，第二发有吗？有小雨中了，小雨中了，小雨中了。啊，他们关窗了，射不进去了。关窗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还在那里？那你那你过来。你几乎就是短团，短团是射，短团射呀。那你刚刚瞬移几乎没有移动，烂透了，这个东西烂透了，移五格，对，笑死。哎呦，我看到了，小雨想要射你，他们很想，他们很生气，他们很生气，干嘛？他们想炸你，我把他弄掉，我把他弄掉。坏人，还是想把我的弓弄掉，因为这个太太强了啦。太神了，看手机，阿 T 太神了，TNT 哦，对，我正在偷偷过去，你发光哎，啊是啊，嗯，对啊，三分钟，喂，王炸弹，王炸弹不见了，啊，那边不见了，再买，我看看有没有办法炸到，买你。哎、欸，我炸哎、欸！有炸到你，你在前面一点在，哎呀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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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前面是不是？好，钻洞钻洞，往他们家那边走。我这个就是，但我怕他们会过来，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，看不到啊，看不到啊，跑不起来。归零。嗯，他们失明，他们也失明了，他们也失明了。好，他们也失明了，双方失明，失明快结束了，失明快结束了。但哪有啊？有重置哎、欸。哦、有通知哦，白痴哦，啊、白痴哦！啊，本进来了，本进来了！哎，我们的巧克力，我们的劣势就是我们还是发光。你快跑，你快跑！可是我好想好想要把他的那个给炸了。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丢、啊。我等下对，我只用三次对不对？我用了三次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看到我看到。我在天上飞，我好像会摔死。哎、欸、会。死了！你死在哪？角落、啊，中间好像掉下去了，我掉下去了，在中间吗？我鼻毛哦，都炸到太下面了，所以还是要叠高。本机好像点到什么东西？哎呦，你那颗有碎！哎，彪彪成功了！哇、啊！哎，不开玩笑啊！那你要不要帮我捡回来？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
本期不知道捡了什么东西跑回去了。哦，那应该是本期捡到了。可是他没有本期没发光啊。对啊。会是我的东西？啊、应该是我的东西啦。波波，你在哪？我还在那里，我还在那里啊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桥那里。桥。侧边面向他们左边，对对对，繁星这里最左边的那座。哎呦，刚刚本机有过来啊，他可能没看到。他以为捡到了，我看到的时候是吸到就跑掉了。啊，光宝石很久啊。有，我有看一下分数，这分数虽然被捡到也没关系，就只是想要破坏本机的皮毛。以为吸到他跑到那个国王人偶，他又跑掉了，他又走了，他一定想说，耶、欸，我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然后这个想说，可是你没有发光哎、欸，他以为射死我，我是那个人，我是国王，我死过了，所以不会发光啊。耶、yeah, ，我有没有棒棒？你说，他走到人偶那边，嗯，转了一圈，停了一下，嗯，我又跑回去了。Oh, 哎呦，本子，你好可爱！有炸成功，完成遗愿。我有炸到，可以有完成你的遗愿，你这样开心的吗？还是没有。看了魔鬼，上去、哦、没死过哎！哇，这么扯，超扯！可能你比较早领吧，有可能啊。反正是你捡到了，是我死啊。没有，你们炸的是我，不是巧克力。不是，你是不是以为捡到所以放回去宝石？对啊，我没捡到哦。那是我，没捡到。那你怎么跑回王座去？哈哈看到本机，怎么跑过去，很辛苦爬去，到那边停了一下。我就想说，前面我死了，可是中间没有宝石啊。那边刚刚本机也去过了，也没有亮晶晶啊。叽里呱呱，却一直往着王座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宝石还在那。哦哟，我觉得我刚刚最后就只想把那个虫给弄了。前面附到无限太强了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就有无限火焰。嗯，然后团团瞬移的身高升到我旁边。嗯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张图的瞬移好 Q Q 哦。就你跟他自己两个人的瞬移怪怪的。我一直狂吃到你们那，我快笑死。他自己的瞬移是大概瞬五个。好远哦，好远，好你还是在那里，你没有回来、哦？没有他，你几乎在原点了、哦。嗯，我的妈！这牛排飞天真的有够霸气，飞起来被当标靶师。为什么团团都要杀、欸？你们的那个青内内是不是算准了？没有哎、欸，就刚刚好而已。哦、真的、哦，我想说，我那时候飞，然后小雨回头，然后刚好就亲。我想说，小雨是不是在偷跑？亲他，亲他！刚好在天上飞，吓死了。然后因为跟你刚好有结婚，只有抗性，没有摔死。然后想说你马上离婚是不是生气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他说我钱很少，看可以分几块给你，就分一块给你，分五块而已。翻新。我钱超少。那是你运气好，因为他是分一半，或者是你扣两百块。扣两百块，哇，那你运气蛮好的耶。所以是你运气好。对啊，小雨为什么都要打我？哎、欸，对、欸，你过来先打我哎、欸！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右边那跑来跑去应该没事吧？然后你就空拳揍我两下，我说不行不行，射死他，射死他！而且我不小心把剑 Q 出去了。对啊，你把剑 Q 出来给我啊！我们知道啊，风力四嘛。对，风力四、欸。你是 Q，、欸、你是 Q 啊！我以为你死掉，我以为是你死掉哎、欸！出来啊！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我不小心把剑丢掉了，丢掉了，然后剑丢掉了。他从来没有说是给你们。他是 Q 出来，然后到我手上啊，丢掉了没错的，他说差很多好吗？哎、欸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然后后来他死掉之后，那个保护装也刚好都到我身上。BOBO，BOBO，你这不叫做丢掉东西，你叫做送剑送装。这是这。你看是我，你看大家都听到了，对不对？从刚刚到现在，他都很过分。你是不是间谍？你是狼？你怎么这么是狼？你在嗯啥啦？哈，超派。你这不是丢掉一百块 ，biu biu？ 我这是丢掉两千，不行，你的一百块是太白痴了、欸。而且小鱼，我刚刚就已经跟索恒讲了，真的是白痴。
可以进了。哎、欸，小雨，可以进了，可以进。我刚刚不是有跟人家对色吗？对啊，你的屁孩很烦哎、欸，很烦耶、欸！有两只屁孩在那边帮我、欸，帮我，帮我，他们那屁孩总共挡了四箭，我完全射不到小雨。对啊，全部都屁孩帮我把箭挡下来。好好哦，好好。我们是哪一队？红队。红队啊。我宝，你明明就打人，为什么怪人家打你啊？我这跟他打招呼，嗨，是小雨嗨，然后拿两无敌打他两下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他很生气呢，他直接嘣嘣嘣嘣嘣哎，打野，当然啊，直接拿剑射他，气不成声，好气，那个气啊，哭泣的气还是生气的气？生气的气，就跟他的贴图一样，气扑。气扑扑啊！气气气气气！跳，播个广告。音乐有一段，我知道。对啊。什么是我是黄色，然后音乐就是可能就看打拿着盾，看着我就一直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啾！你知道那个已经很无力了吗？我就啊哦啊哦啊掉下去了。你知道那个整个被碾压，感觉就是超无力，就啊算了，就啊没关系啦。啊下去了，没关系，我只喷了一张盾。对，对啊，这个游戏就是经济被压制，就真的是哦。对啊，经济碾压后面就没办法。就随便来了啊！对，没关系，我掉了一张盾啊，很好的啊。然后第一波中间抢宝石的时候，我跟尹月两个人全部附好装，然后就很坏，全部都掉了。我们两个全部装都喷掉，真的假的？啊对啊，所以后来就已经放弃了。后来就那差不多了啦，十一次装全喷就差不多了。哇，又要这个跳，不用飘，不是前就好了。哦，你说这个、哦？对、啊。哦，有，现在已经被巧克力训练到可以跳过去，好棒棒！好棒棒！跑酷训练班。好，这个就是要跳的可以跳啊，不跳的可以自己那个自己跳旁边。边我猜很多人都会跳这一个，对，我觉得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那我要增加他们难度，我要站在这里。看着，那我站这边。你可以尝试跳这里，可是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物理回击，要小心一点。回击吗？这样子嘞，这样子嘞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他们会在箱子那边吧？跳箱子。对啊，跳箱子。把箱子打掉。箱子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？鼻子。就是他做这个地图用的。对。这样子好像就、啊、可以，只是不好跳了。不好跳。然后再一个人站在那边。没有没有，再一个人站在这里，这里就有点过分了，两边跳都会被挡住。你看，好像这么飞得过去哦。对。红色是怎样？别踩红快儿。别踩红快儿。别踩红快儿。有点可怕。很烦哎、欸，别踩红怪了，干嘛啦？你怪没有啊？就突然本机放了红色的玻璃，我说干嘛？这是什么？别踩红怪人吗？上去就知道了，上去就知道了。我、哦、站会有特别会有人死是不是？看起来没事。哦，会有人死哦。哦，他们会死掉。哦，好，不踩了，不踩了，一定会有人死哦，不踩，太可怜了吧？对，机会有人死，太可怜了。哦，有一个不同颜色的，这个吗？对啊，我懂。改掉了吗？改掉了吧。刚踩的会有人死，他死的不是自己人那只，对啊，都排队了。我也在踩的时候，没了。哎呀呀呀！还是放心啊。嘿咻。啊 ，B O B， 你盖的那么开心，哎、啊，你有没有来跑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好，你等一下看我跳。好、啊哦，看你，看你。创造不好跑这个，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！我刚刚做成。哎，我有看到哦，小 K 老师还、欸、没跑成功哦。老师没看到，老师没看到。跳下去啊！跳下去了。老师没看到没关系。有，我看到了，他跳下去了。老师他掉下去了。
顶头顶。老师，我看到了，他要掉下去了，他要掉下去了。等一下，他没救了，他没救了。没有，我不是那个。你没救了，走图怪。我没有，听我解释。我抢。他掉下去，他掉下去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。他没救，他没救了。我再近一点看可不可以？有个好那个哦，他掉下去也是那个那个。等一下，别牵拖，我不在那边。我明明就有成功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一辈子都成功过那一次吗？不是，什么就给、欸、观众要下了。喂，哎、欸，喂、欸，那个好卡哦，真的哎。嗯，就是他那个死掉的。嗯。有一个好像带小鸡头，小影隔壁那个，嗯，他卡在空中，他卡到浮在空中了，他会瞬移，超强，你看，他超顺的，超强的，顺到爆炸！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没看到，再次，再次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彪彪再跑一次，没看到，帮你切回生存模式，好。有选的吗？嗯，哎、欸，看到了，有没有雷？痛、哦，突然多一个，突然被墙壁挡到。喂，哎，好玩了，比有比有。波波，要不过去了，波波。完了，不行啦，我可以啦，我当可以。不行又可以，到底是行不行？啦，可以啦，我可以。不行啊，我可以啊，不行啊，你不行，你根本就没跳起来了，没跳。你老师，你相信？给你一次机会，快，三二一，快点！好，来，秀一下，让你秀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紧张。哇，跳远了，好不好？跳超远的，你那个下去好滑顺哦，咕溜咕溜哎，好强啊，宝宝。好滑好嫩啊彪彪！哎呀，直接走下去了，被推下去了。彪彪你好滑哦，滑嫩呢。我的空白键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啊！别！啊不，有这个比较好跳了，这样走这比较跳比较好跳了。这不是跳了吧？这不是波波，波波跳过去，波波跳过去，跳，快点，波波跳。可以啦，你可以啦，跳，跳过去，跳，跳。啊！你哎，怎么下去了？啊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你走啊，玻璃踩爆了。哇哦！彪彪，彪彪啊！就爆炸了。反正不用打，波波冲打。那个鱼兵，鱼兵不用打。别波波，我怎么跳不过去啊？波波，比哟比哟，就剩你了，比哟比哟。波波，跳过去，跳过去。你在干嘛？比哟比哟。我不是都，我不是都按好了吗？我不是都。嗯。为什么会我会滑？为什么会？啊！怎么跳不了？我跳不下去了，波波。你怎么了？我的键盘是不是怪怪的？我重插一下。你 是你跳一次我看的。你在干嘛？键盘是不是怪怪的？等下我重。哎、欸、哎。你很顺、欸。我不会用、啊，我弄错了。你们太厉害了！他太顺了，他太顺了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怎么又在滑一下？没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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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，没了，没救了！我老师，我让你失望了，我太难过了。我觉得难过不是那就没有失望了，就不会受伤了。我要滑下去了，婆婆来啦，平原一万分。好，我们有两个小帮手，但他们有11个人。好是大 C，
他们几个可能有一些卡的哦，有卡的请自重哦。是忘记打斜线了。什么好像有东西跑出来了。原来是那样子的，学会学会，学了一课。哦。你把这个复制起来，那个先截图截起来。有有有有有，平原一万分。周婷。谁是国王？谁是国王？反派国王。欸、牛肉可以吃吧？可以正常吃牛排了，可以哈。哎，可以吃苹果了吧？哦，太好了，可以可以。耶！刚四件送一堆金苹果都不能吃。对啊，对，禁果，放到苹果都直接丢到了，禁果，直接丢到箱子里面，丢到虚空。就在你手上，箱子到了没啊？到了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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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到了吧？不要再往下，不要再往下。过头了，过头了，过头了。哎呀，过头！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关脱关脱关！这里谁挖？这边这边，铁铁铁铁铁，彪彪走开，彪彪干嘛？彪彪，你确定你可以？我不行啊。那你刚刚为什么挖一块钱？我挖掉了，因为一块钱这是那个养母基金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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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财一元复始，万象呕吐。啊！我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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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里。啊！你不挖我挖。哎呦 ，OK。哇，波波你在闹脾气是不是？我的天！哇天啊 ，biu biu， 嗯，现在都是这样子。嗯嗯嗯嗯嗯，好烦啊！我跟你讲话，你怎么会这样嗯我 biu biu？ 你很地皮耶！你这样子你好啊 ，biu biu。哎，小团，你笑太夸张了，你。哦，我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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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讨厌哦！他们好奇怪哦！哎，有没有黄金啊？没有，没有。这边你后面这些铁赶快挖，看有没有黄金。有啊，你从哈记这个，我这边，你从那个我们家那个升级，从二十可以换那个啦。二十够，我走，升级台那边下来。升级台二十，其他你们来。升级台，那我要去对面挖。升级台旁边的箱子。哇塞，逍遥去对面。我也不想去对面挖，觉得对面比较赚钱啊。我先给你啊，哈记回来，给你。我说他们没有过来。他们都会分开，很难挖哎，老实说。哦，十块都不会。你已经过去了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就是往常的经验啊，他们都分会比较分开。换铁镐了，我要去了。好，我要去了。有200块，开心开心。啊，这多好！青草，开心草吗？太穷了，你挖掉，你挖掉，你都挖，给你挖，给你挖，快点了。小雨，你冲了吗？那我在他们家。哦，你在他们家，那我也来了。对啊。小雨，那你要小心哦，他会喷钱哦。我的钱会飞走。刚在隔壁听到很多故事哦。恐怖故事。恐怖死的。很多恐怖死的。喷钱的故事。很多绿绿的东西喷出来哦。哎呦，你们好棒哦！你们有钱挖，真好。太棒了！他还有黄金可以挖，你怎么没挖？对啊，我没有那个啊。哦，你还没升考？对啊，我还没啊，我直接就过来了。直接过来了？你也升个考吧？对啊，你也升一下吧。这边怎么黄金在那儿你不挖？我就还没玩是十考。他很想要直接过。我分了两个能力。他们把我堵起来，哎，好坏哦。我沿路丢东西，不然连剑都丢了。哎呦，通通丢掉！有人在把我包水饺啦！嗯，啊，牛丸，啊，这里不能，这个洞不能用了，这个洞不能用，有别人。有黄金哦，金子哦！有人来抢钱了！好了，他进可以挖了，还没好，可以挖。可以，我可以去换稿子。我要换稿了，我要换稿了，走走走。他们没有马路，他们没有一条路。有啦有啦，有一个在挖的。等他，等他挖，在。那这里好像都没什么在挖哎，一直在叠来叠去，盖来盖去。不是啊，哎呦。啊，谢谢。他们欢迎我们，盖家盖家盖家欢迎。有路了有路了，不错不错。在哪？这边。然后果然有一个很卡。有一个超级卡，这里，哎，人来了，他都一直过来，我陪来哦。他说他赢了，那你别过来，另外一块，没有，他去找繁星啊，他去找繁星啊。大风吹啊，他竟然不给钱，换位置啊，不给钱，换家换家，快挖快挖，快挖快挖快挖。小雨，你也刚瞬移，我的天哪，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哦，真的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哦。
快挖，挖出铁来啊！谢谢。一挖一个铁，马上低头。对，要赶快看线。嗯，那果然真卡。嗯。哎，如果我准备挖下去，他又把我埋起来。气呢？我觉得你们这里太可怕了。气呢？因为他动物也就只能远远看，现在可以近距离看，多开心啊！近距离挖戳是不是？对啊，直接戳肚肚，那个肥肚肚哦，好可爱哦！那种被包水饺的小雨，对啊，我的天，买起来小孩了，哇，孩子都来了，我帮你挖出来，小雨啊，赶紧把我包孩子去打人呐、啊，孩子打人他去，孩子孩子在笑。哎、欸，他现在会打吗？现在不会吧？孩子现在会打？会啊，我记得会啊。会啊会啊，孩子、哦、这么凶、啊，孩子打，孩子打，孩子现在是在最凶。孩子他咬你吗？快点打他！是蜂蜜韭菜水饺，小雨。有他有他啊！挖到他们光了。你打不了人哦，你打不了孩子哦。哎呦，为什么好几个都好、啊啊？他把我的金砖抢走了。哦，很好啊。哦哦哦，很好啊。你想逃吗？你想逃吗？你想逃吗？逃不掉了、欸。他们有一个很过分的，他寄宿在国王的旁边，把他的钱都挖走。哦、你看屁孩杀人了吧？我整个看不下去，所以我就帮他把钱又再抢走。哎、欸，孩子，又抢走。你人好人、哦，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你是好人哎、欸。孩子来，赏你牛排吃。国王没事，有我在。孩子要保护我。干嘛啦？现在很乱呢。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要挖，只能我都没挖到黄金哎、欸，好扯哦。那代表我们需要奴隶山。我已经挖铁矿挖到快要50块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厉害哦！哦，你太强了吧！我上去。孩子，挖到钱了，要买牛排给你吃。好、嗯。孩子说：“好，有怪叔叔在跟我讲话，你要小心。”嘿，嘿，小雨，救命！你在哪？啊，我刚上去买烤翅了。对，如果他进我们两个在地方的话，哎、我们的屁还很强。哇，你被埋起来了。嗯，是，他们有好多人追着我、啊，在干嘛、啊？你不是很开心？被他埋下去了、欸，哎，哇，你被很多人追、欸，哎、啊，你应该很开心。这没有办法，啊、太多人，一直难求、欸，哎哇塞！哇塞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们要多人夹攻，我的天哪！夹攻你的天！不要听到这些资讯，我们觉得不舒服，不要不要。我把它包起来，包水饺，包水饺。啊，你把它包起來。观众口味，观众口味。哎呦！哦。哎、欸，孩子去哪？还可以去买最高阶。等一下，让我挖个。干嘛啦？别走！哎、欸，每张地图设计都不一样哦，这张地图不能600秒前不能附魔。嗯，刚刚那张也不行啊。啊、那不行吗？对啊，都一样。我知道现在那国王想要垫上去，我就一直卡他的路。这个、哦，这个国王，我回去再拉记录看看。哎、欸，哎，我刚刚就是还没600秒前上去，他是那个，我只想试试看他是鸡眼。嗨，他一直在挖哎、欸。你也在这？我要来看这国王在干嘛？因为他想要上去，我就贴着他，然后他挖不了，哈哈，就很难过。啊啊啊！上去了、哎、啊！这里挖通了，了啊、挖通了，可恶！啊，剩100秒就要开打了。好，哎，他们这里好穷啊、哦！哎呦，怎么都没东西啊？穷啊！哎，可恶！哇，那国王开开心心的上来。啊，团团你也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我生完稿子才来啊。他们全部被我困在地底了。是被你困在地底吗？你确定吗？没有啊，说法是对的吗？你看啊，这个人怎么上来了？你看吧，哎，等下水饺露馅了，水饺露馅了。他们主要破掉了，光只有啊，谢谢，你挖就好，你挖。干嘛啦？你这样子吗？你这样子很难剪片呢、欸。全部都是你的声音，这怎么剪呢、啊？你要把你所有刚叫全部都变成哔哔哔哔，哔不完啊！剪出来都是你的画面，这不行啊！行，不平衡啊！不平衡个头！你要花多少吧？啊，我的孩子又打人了！孩子干掉他！战友都还没付钱，你那边孩子咬他！他们光在地表跟我玩，你追我跑。
哎，怎么你怎么可以打小孩？你怎么可以打小孩？你怎么可以打小孩？可以一起跟他国他一起来。这个画面有点有趣哦。你要去哪里？啊！不要再追我了！不要再追我了！你在追我啊！你在追我！孩子咬死他！孩子咬死他！啊！我就快追到你了！哎，王总一起来追啊！一起追啊！再过十秒，再过十秒。嗯，这里好多人啊！往上二楼。孩子咬他！我来。孩子交给我，跟着那个人。他的国王宝座。他想死了，然后直接在那里。来给你。挖到两个。哎呀，下面。哎，我带了两个绿宝石的血，耶！哇，国王直接死了，认真哇！贴着他，哇塞！阿纪，我没挖，钱也没多少，就马上直接先换。哇，他丢我炸弹耶！傻眼，完了，中路支援。中路支援炸弹客，谁？不是我，不是虾米狼，不是哦，我不是。有，那可能是小帮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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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小帮手，690。那没事，那没事。哦，这个数字。小帮手，你可以到那个 BOBO 旁边。你在讲什么？哎，小雨，我放了，放吧，然后咖喱棒，咖喱棒，他们光有皮革装啊。好可怜哦，这里，那就再趁现在多砍几次。好难过，你怎么那么好？是不是那么好？开心啊！确定不是因为我们有婚约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因为刚刚打到头孬子很开心。我真的假的？你有本事打到当然要买多久？一人一个。你是买东西都要买很久，我放炸弹喽。哦哟！我放炸弹哦，恐怖哦！你是说这个恐怖？恐怖炸弹是恐怖的吗？炸弹哥这个觉得害怕。炸弹哥直接在你后面，哎，他啊，他一定想说不能炸到我啊啊！他刚是在你后面呢，他还贴着你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很开心啊。还是因为我跟他太靠近了，所以他保持距离，不然就炸死你了。原来我们家在叠来叠去哦。哎、欸，对他叠的好开心啊，他上去了。哦，你怎么可以站那么近？哦，都有人家了，哦、你这样懂、哦？你看，我就懂他。好，我要被哎、欸，是谁啦？不要在家里是不是有人在炸？有啊，上面、啊。哎、啊，他拿盾，他拿盾，他拿盾。哎、欸、哎，啊、欸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哎呦！为什么都喜欢拿他的可以，他炸你又不行。我没有砍呢、欸，我没砍的，我是被单方面单方面被打的。单方面不会还手，不要被打就好了。嗯、有没有发光？看一下他们光。哎、欸，你要去打人家光？嗯，对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底下矿洞有一个人哦，他掉下去了。他想要阻止我挖钱，不行。这个砍他，揍他。没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在打他。发光用了。小朋友，哦、你说我是小朋友？不是啊，刚有那个啊，刚有那个、啊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哦，发光了！啊，为啥打我？没有，我刚刚不小心按到。啊、打小心的，是不是经过偷摸屁股？啊，哎呦，这是脸不是屁股，我又打到我的脸了，这是打脸，打雷我的脸长在耳上了，没事，算了。不太妙哦，自己好好打呀，好好说话哦。灵魂交换，光在哪？我在这里，我在。他们等下，我们哎，那黄金在哪？黄金在哪？对，对，耶！开砍！我们小雨要不要过来？哎，我只有一滴血。哎呦，瞬间，哎呦，你们在哪里呀？你们在哪？我是不是没装备啊？他只有皮革，他只有皮革装，他没钱。哦，前面的钱都被队友吸走。队友在哪？黄金回得来吗？我可以，我在他们很高的地方。谢谢你，好棒啊！啾啾，完了，我丢了，还是先不要。丢！哎，有个在矿坑的，注意哦。干嘛？到队友。他有加有力量，加有力量哦。没有力量哦，我们都走了。等一下，老卡波的。想了，现在是蓝队发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没有发光。刚在我们家楼下挖矿哎，没有我们砍啊。
哦，是哦，他对啊，我在我们家楼下哎、欸，好、啊，对啊，他可能牙好痛，他可能挖到我们这里。对，我们家楼上有一个，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我没洗。刚刚那个剑有点痛哦。啊，跑掉了，他走了。啊，他一听到我们要过去，他就害怕了。你直接冲过来，你发生什么事？你可以跟我讲。我要挖黄家。什么事情都要跟你报备？问号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汪汪在他们家楼下哎、欸，大牌哎、欸，我天啊！在他们家楼下。对，我在他们家楼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的钱。安全吗？很安全呐、啊。啊。哎、欸，我的钱。哎、欸，你要看一路啊。干嘛？我刚才帮你补洞而已啦。呀、哎 yeah. 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好。嘿嘿，这样子好，这个才叫做挖你的钱。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还钱哦！还钱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那么这才叫做挖你？哎哎，你别！丧失你的能力！关他麦啊！关他麦啊！六个。我们的堡垒，堡垒堡垒快掉了！你在为我们的那个宝宝，我们的堡垒，堡垒，快吐！快顶狗！快顶狗！把进把进狗！本金本金你在打雷吗？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雷子蛮大声的、啊。嗯，会打雷的人不多啊。会打雷的人，你还打得那么大声啊？听起来很有经验的样子。要不要打下去？哎、欸，谢谢你们。啊，你刚刚没挖到吧？刚刚是我挖到了。我有挖到一个。哦。你们、啊，等一下，我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很卑微。干嘛呢？美女，你说不定就可以撑过这两百秒。对。你把我水冲到一家就可以直接回家。队友，怎么是队友？像我们先一起赚，只要有很近的发光靠近你吗？没有啊，那就没事了。他们发光速度很散啊，很散。我难怪他们都在底下各处，他们各自玩。他们是不是有那个领域啊？他们有人往下了、欸，有一个，有一个往下了，有一个往下好下面哦。没事，他去挖那个吧，绿宝石吧。只是绿宝石现在还没了。哦，我分享一下，我就在这么低，那个发光我在他隔壁。哦吼吼吼吼！在隔壁啊，在隔壁干嘛？哦、我就被传过来，你是怎样？他被传过去啊、哦！对不起嘛，对不起。你刚刚问人家这么凶，然后就被说对不起嘛。我刚刚就什么都没在听嘛，对不起嘛。哎，你抢我的黄金！哎呦，我挖下一个人，然后还有一个金钻，哇、哦，好爽啊！哎呦，你把他砍了，看到对啊，杀人杀人灭口，杀人灭口。这金砖被你看到了，这是我的金砖，是我的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吃的？哎、欸，那个钟是谁？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们汇合了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那是他们的洞，那是他们的洞。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这边才是我们的。他刚好没发光，但基本上安全了。我是直接挖下的，没事啊，我们再直接挖过去啊。好啊，他们总下面有一个人、欸，说不定是他们国王。那么国皇又回去了，哇、嗯，好真哦！啊，他蹲下了，他跑掉了，100秒，100秒，努力赚，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中了中了，哇、哦，满地黄金，没事，你也可以挖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，要被波波骂，不要，我就怕被骂，被波波骂，就怕被骂，不要这乱骂，对啊。怎么叫我这边乱骂？不好意思，你刚真骂了。就他能挖，我们不能挖。是个妹子，前后弄他。很笨，哎、欸，好像炸弹哦、喔。哎呦，哎呦、欸，哎，两颗炸弹。哇，你好会惨哦、喔。哇，是因为跟你站在一起啊，金闪闪。哇，这是我们的宝地了。贵宝地。哎、欸，发现下面一人一颗，耶、yeah! ！感情不会散。然后天道玩家直升机啊！哎呦，直升机啊！哎呦，你要开走直升机了是不是？哦，马上直升机开走了。
多开一点，多开一点。哇，用稿子杀！你为什么要那么凶？超凶啊！用机车用稿子杀，专用稿子杀人，你把他们给挖爆了。加派尼，派派，这里好多题哦。那么要把直升机开走啊？开开开走，好好，自己开走吧。多开几台，多开多开。时间又到了，要到喽！哇，你们跳下来！哎呀，哎呀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啊！可以搞附魔了。要干嘛吗？厉害捆啊你！他就可以冲啦、啊！我冲啊！冲冲啊！冲来用炮冲！哈哈哈哈哈 ！Tape 怎样 ？Tape 怎么？他说他现在最有钱哦，他有钱哎、欸，哦，真的呢。然后他告诉我们，他等一下会捐800块在箱子里，那都是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！他等一下放了有没有？然后 biu biu 说：“你看这箱子，我放的钱给你们。”我没那么多钱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哇，你还倒数哎，怕他们跑一跑跑的很爽。头顶绿绿的谁？不是我吧？啊！失败！我的天！谁在戴笠帽？是我。你绿绿的，你好，你好龙屁哦。对啊。然后那我要去赚钱。是下面有那个大张币，哎，开挖开挖了！我是小雨，小雨你挖，我去打。挖的。那是本机。都是我们的，我书柜买好了，啊，自己的是不是？哎，啊，书柜进来，哎，旁边这边有路可以走回去，还是有路？不然你存好，你存好一定会被备用，备用。我放保险箱，我放保险。我下来第一反应人说赶紧，哎，不对，自己人，看蓝的，看蓝的，还有加五，加五，加二楼，二楼要弄书柜，我看到了，有人在二楼要弄书柜，我啊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丢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他们光控姐，谁打到控光？你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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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书柜没事吧？没事，书柜没事。有事有事有人多买不是吗？也有备案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干嘛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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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阿萨辛，阿萨辛干嘛？那宝贝不能乱碰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滚！尿，尿，实在有什么了？我被揍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尿，你刚不是很凶？尿，对啊，我没了，我没了。欸、他们国王在楼上一楼、哦。你先，你先。啊！这什么鬼东西？超多酒草。哎、欸，你也在卖哦、喔？哎、欸，我也是，我丢给你好了。丢给我国王，你为什么？国王，快点！哎、欸，光顺走，光顺走，光顺走。扔给小雨可以换钱啊！顺过去追他。小雨，你全部都给你，全部都给我，我一起换，我一起换。这里带、啊、我们家国王回去了，三百帮你三百谢谢。然后我就要点垫脚石头。哇、哦，这个纸人怎么那么痛、啊？好了好了，硬了，本机很硬哦。哇，你看他没扣多少血，哎、欸，他们有附魔了，有没有炸他们附魔台？嗯，还没有。超痛的、哦，那起码强干强刺。哦不，哎呀，不要白痴。无限攻，哎、欸，你又来了！我们的那个直升机要被开走，我们直升机要被开走了。直升机，因为你还戴绿帽。哎、欸，我换完鞋，放箱子。我、啊、因为我没死啊。还有，哎呀，是什么小帮手的村民是不是？小帮手，对、啊，他直接站在村民那边，把自己关起来。啊，我们直升机没了一座。他们有点凶呢、欸。拍拍，凶回去，你就看，凶回去啊，哎呦，挖过来了、欸，啊，人家是三十等的哦，是，对啊，哦，是三十等的、哦，对，多快，累啊，超累，可恶，居然是三十等，可恶，我也没有想到他是三十等，我很久没有付三十等的。真的、欸，刚都是四个书柜，真的。哇，这刚被我们骂，备案备案备案，再堵起来，再堵起来，再堵起来，没事没事。箱子里还有炸到，他那有一个走过来，炸了，哎呦，嗯，好，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本机穿衣服，本机穿衣服，本机回家。哎，他去楼顶了，他去楼顶，哎，抢个亮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样不会死，炸掉他炸掉了。
欸，他射弓箭，他是没炸弹的。他射弓箭，他是没炸弹的。爆炸！他射弓箭，他是没炸弹。看起来很像啊。我要上面涂一层厚厚的。捡到谁发雷神啊？你有不要？本机啊，本机啊，本机发雷神，本机啊。上面有要来吗？老公，干嘛啦？本机在发什么？雷神，这是雷神。哈哈，对，我们家那个父母那里，哎、欸，父母那里他还在啊，在上面啊，他弓很痛啊，不行啦，打不过啦，下，啊，要买食物了，什么两个雷神啊？哦，他就本机在送啊，跟你讲，他们又一个人了，我不行啊，我走了，我在，等一下。干嘛、啊？他没了，刚上有一个哦。干嘛、啊？家里上面有两个人哦，不是一个死了，对，两个，还有一个死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啦？你干嘛？哎呦，我学到雷神了啦，本机哦。干嘛？现在就交给你了。我在丢经验瓶啦。哇，他抢他有那个。因为我刚刚走过啊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身上有一本啊，想说你这里好像需要啊，就给了你啊。你们有要抢三攻吗？我需要一根箭矢。来，我这边刚好一根。我也有一根，我有一根哦，我有一根，我也有一根啦。旁边人给你一根，每个人都一根。这根很大，可以。哦，好。哦、你拿白线是不是？那没错。嗯。哦，哎、欸，还是我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的、欸。不要给我很不舒服。波波，你说什么？波波，我说了，你的给我，等一下可以递牙剔牙签。你要放在嘴巴里面哦！哇，阿纪，阿纪，哇，他会很开心，你别这样，他会很嗨哦，放到嘴巴里面啊！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队友在放空啦、啊？他在当村民啊，他是村民嘛，他只是还没学那个职业而已。职业对，他没有那个工作，他要等那个啊，中午十二点才会换职业。太久了，你要给他一个工作方块。哎，怎么又有人想来了？谁、哦、这么坏、啊？刚倒，等一下你们看谁？哎、欸，打一打，炸起来了，炸起来了！救命哦！附魔台外面，有没有？你要干嘛、啊？两件，属于哎，检查弓，检查弓。他的弓是什么？哦，他的弓强三，强三。哎、欸，我要。有火焰吗？没有。啊，那个你可以跟那个团团的合啊。就下面那个保险箱有个强三的，你可以合强四。哦，我有无限哎、欸，无限强力，我们这一场有三个无限了，我身上有一把，我的天，太扯了，我还有一个强身，谁要强三？光，飞到对不对？那强三给你、有隐形的，有没有发光？隐形的，没有发光，没有发光。我有，用一下，我在外面，哇，粒子大师，不是他打我一下，可能想要切一些什么东西吧。哦，我打拿炸弹。是他哦，你看他很专注只打你。我炸死他，我站在你旁边炸死他。好凶！小帮手啊，你不是要给钱？那我怎么赌？原来是这样子在要钱的。一千元，他婊子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给你们看，我有多少钱啊？好爽啊！好吧，秀钱啊！怎么样？我就 biu biu 啊，怎么样？天，不不，他说来了，是人很好的。没有啊，刚 Bobo 是 DC 敲我。啊，小帮手砸钱嘞！哦，天哪 ，biu biu， 不要乱讲，想拿人家钱还在那边找别人抢。从上一场人家不能打他，只能打人家来参看。天哪，没有，很过分，真的好坏哦。杨连堂，我以为这边拆路，你们是我们的直升机守护神。对，因为他一直来想拆第二台了，我就害怕。我当下很害怕。
那时候我还开一台。我的卫兵呢？什么卫兵？他们光表示没有保护了、哦，没有人保护他。没有，他只在暗指叫我们过去。好，哦，有，我们来保护、我们保护你。让我们来啊，光最想保护人的可以啊，现在没有人保护啊啊啊！需要人，都是我经验，懂我懂。他觉得寂寞，只有你的剑很痛吗？剑很痛啊！不但寂寞，我觉得冷。他需要我们陪伴啊！我急啊！那你跟我讲干嘛、啊？他需要我们陪伴啊，光。欸、光又死了！哇哇哇！好，不要来啦！我保护他，放到我的身上。嗯，好烫啊！哦哦，好。有还有瞬移，我可以慢慢走。哦，那我包水中呼吸可以干嘛？不这张图真的没有啊！这张图有那个、啊、水井呢、啊。啊，你可以在水井里面玩啊！水井里面很危险。干嘛？好开心哦！对啊，你真的是蛮开心，干净的弓，干净的弓哦，哎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的在对面，可以来拯救一下吗？哎、欸，我们有力量了，阿纪，耶！哎呦，我顺，哎、欸，顺回来了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 ，lucky lucky， 强三，哦，不能说强五吧，快爆了。小帮手的钱，可以借我一点钱吗？小帮手，哇，小帮手出钱啦、啊！小帮手，我来借。哎呦，太热了，太热了呢！哦，慢点，慢点，你宝石放进去，先赚一千分。来，箱子里，箱子里有吃的。好，有吃的。啊，耶耶！小帮手，为什么没有？小帮手，排队，排队，排队。排排站，排站，我的你啊，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哇，给很少，他可以给很少，他多一点，多一点，我的不够分，够，哎呦呦呦，他特别给我的，他特别给我的，你走开，他是给我的啊，你有没有，你有没有吸到了？我没有，我挣一块钱都没有、欸。阿弟，这皮有没有呢？给你们好了，一块钱都没有，就给你们好了，一块钱都没有。嗯，那小帮手皮有没有要啊？可以借我一点吗？谢谢。哦、嗯，哎、欸，我有被最好。怎样？你怎么是吃苹果啊？欸、没有金子，干嘛？我想要买技能嘛。那就买呀、啊。你不用跟我报备啊！你想买就买啊！本金你在哪里？本金还有啊！他摔，他跌倒，他跌倒，他跌倒，啊、他跌倒！我想说马上帮你赌三次，看你说的每一次害我都失效。你小心！哎呦，我轻的，我轻的，我轻的。啊，是你轻的。我要去赚钱。哇！啊，你有什么问题自己赚呢、啊？不要只会依靠着别人。直升机危机哦。什么危机？直升机，直升机，好，太难了。我要学他们换厉害的剑士，伤害剑士。直升机，有钱人啊！烂、哦、戏。嗯，哎、欸，讲、啊、话要好好说话。在上面。哦，你要好好讲。不好的东西。拍咪呀！拍咪呀！拍咪呀！不好的东西，那你这样讲不行。你要说有一些 B O B O， 哎呦哎呦哎呦，我觉得这不错。哎呦呀，哎呦，没卡崩了。嗯，我的还在 C D， 我的也还没好。有直升机来帮忙了，你衣服都倒了。直升机打雷啦！嗯，那我死了。打雷哦，那应该小雨在打。那我啦，小雨有雷神呐、啊。小英，我会学雷神啊！哎，我也不想、啊，我突然一瞬间我就学会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麦布，我的弓，麦布，因为你被射杀，因为你只留下内裤了。那是他们的，不是我的。有人打我，有人打我，隐形的，有人隐形，我刚有感受到。又来切西瓜，对，打出来了，打出来了。好难射，好难射，这样。
什么东西啊？没事没事，没有扎到苏格呀，没事。没事，我们还有 Plan B。什么 Plan B？ 还有经验，还有15个。哦。哎、欸，他们没有。我什么时候他们其实没有输过、欸、雷神是不是？你也需要雷神是不是？是我买到两个无敌哦！哇！欸、那你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、啊、你送一个给他自己，送一个给他。那你可以给我送一个会怎样？他没钱，他没钱，没钱啊！我也没钱啊！那我也没办法、啊。没有，不好，我以为这个时候你会给他一个，给哈基雷神，然后让哈基直接按下去。对耶，对耶，我有看，我有看，气死了。他们要复活就直接掉下去，辛苦呢，这个还想从下面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哦，太难了啊，痛！小心那音乐，难受 QQ。没事没事，我身上没有什么装备，之后牛排他要就拿去吧。你要就用技能，他们来挖直升机喽！巧克力后面了，巧克力后面了。然后瞬移多少钱啊？哎，真的一下，哎，无敌，他无敌，他无敌，我差三块，我通通通通通，他们有人攻，哇，一千了，哦，一千万了，哎呀，我死了，没钱，卖你捡到攻吗？我攻掉了，我死了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啊，我刚快捡来没有无敌，嗯。玩啥送装？有，我来了。咦？没有，这时候我就要说啊，我装备丢掉了。哈哈哈！丢掉了，不知道跑去哪了。雷什么呀？丢掉了。丢。哈哈！哇塞！家底下怎么有一个啦？他只有在你后面。Cover you, cover you。他不要哎、欸，你要过去是不是？他拒绝。来这里，你对隐形没脱妆，有点可爱，金钩子呢？你可以给他截图。哎、欸，你没隐形哎、欸！啊，哎、欸，他今年还有一根剑吗？我忘记带剑了。咦、嗯？谢谢谢谢谢。啊，隐约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我在地洞。哦。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在底下，他身上有很少之刃，我就把他拿走了。哦，拿走的、哦，你有经过他同意吗？他同意了，他还顺便送了我一件衣服，对，哦，拍摄买一送一耶，他人很好，对，人还不错哦，嗯，这是个好人。他现在买了一份券送雷神啊，我不要，他不要雷神，可是小雨就想要啊，我没有想要，小雨很开心耶，他打雷打得很开心。我突然那个脑袋被雷劈到一下，我就会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家烧起来了，白痴！我被劈到了，被劈到了，不是我。靠近你会被劈。他们，你有静电啊、喔？他们为什么会有？这可能要问问本机了。嗯，真的很棒。我现在当国王在家里啊。你也没有头绪是不是？今天是限量是不是，没有头绪。前面送一送，后面就限量。限量30本来送完为止。哎呀，哇，他们是不是都待在家、啊啊？我付出大部分。哇，他们都在家。哎呦，这个躲的真好。有，哎、欸，你后面以后也是。谁跑到前线啊？这么凶？哇，对不起，你好凶。我们有力量啊。因为我刚刚就想说，我找不到的人要过来一起打。哎呀，问你要不要？就问你要不要，哪一次不要的？哎、欸，哇，突然知道我在前线很辛苦，跑来跟我一起哦，过来，哦，他，哎、欸，他自己瞬移掉下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对他自己掉下去哦，对，天哪，哦，风力四啊，风力三，哦，风力四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是绿光、哦哦？你太套了吧？绿光死了，光在哪里啊？小帮手去砍人呢、欸，光还蛮好砍的。哎、欸，把你招起来一下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一个往回跑那个发亮的？嗨，你好、啊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是，先拯救他，啊、拯救他！哎、欸，他恶心，他是你，他恶心，他是你，他恶心！我帮忙打雷，啊，打到你，打到我了，打到我了，那也没有办法、啊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哦，好黑，哦哦，妈妈，啊妈妈，把风力在保险箱，好，哎、好黑呀、啊，好黑呀、啊，我妈妈，哎呦喂呀、啊，我是掠夺三呐、啊，我可以掠夺他们什么？
他们会喷什么东西出来吗？好像不会哦。哎呦，他们是有伤害剑士是吗？你不要这样子，彪彪很开心。那颜色，嘿，可是我看是一般的剑士，他没有那个了，那个了，哎、欸，小心嘿、欸。有力量哦，注意有力量哦，哦，那有力量哦，该走第一站呢，强哦，很强的哦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死了？为什么射到背后去了？射准一点啦、啊嗯，我盾牌在这。哇耶！嗨哦，凶嗨哦，因为他直接射到后面的小雨啊。对啊，射准，射准了。说不定他故意的哦。哎呦，他故意算偏离有没有？不想弄你这样。接招吧，云月！哎，怎么一直射到小雨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完全没有头绪啊！哎、欸，炸开了，炸开了。没事。哎，我看到一个射到旁边，我把他杀了。哦，他尸体还有炸弹呢。哎、欸，右边有一个人，右边有一个人，尸体爆破，他把他自己东西给炸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来附魔哎、欸，炸了？怎么可以附魔？炸了？我可以附魔，有没有经过爸爸同意？不然，对啊，经过真的是。哇！掉装了，援军来啦！哇！叮叮叮，你敢叮叮叮？哇！哎呀！可惜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想杀！啊！杀到一百！准备完成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就是，都还没按呢。都两边都还没按。两边都没按。嗯，他们还没好。哎呀！他们国王可能在驯化，嗯，驯化不保护，驯化怎么都没有亲卫队？对，干嘛？你不打成这样，鼻青脸肿，我脸肿跟彪彪一样大，你们还不来帮我？还是他们在等发光结束？啊？怎么三个人站在这边？你们看，小雨提款机，回头看提款机。我看，为什么？啊，我还没看到啊！我刚直接 TP 过去，偷窥一下。结婚啦！结婚啦！结婚了！他们国王有抗性啊！马上过来啊！没事啊，我们去打、啊，把那抗性打掉好。好凶啊！派派啊！派派，直接无敌来挖钱呐、啊！爽了！钱挖喽，钱挖喽！好，我走，走，走，居然没有人想我、啊，哦，走走走，哇，他们是都在家吗？现在掉剑了，对，有人在火堆里发光，发一下，我先，哎、欸，有人丢恶心药水、啊，不是致盲啦，是发光啦，短信上面有一个。哎，有人下来了！这里没事，被我挖下去的。啊！我嘿嘿。关心你还好吗？他刚刚丢了个东西，他丢剑出来、欸。有，我知道。他紧张 Q 到了吧？对，他也跟波波刚刚一样。哎呀！走这边，不小心丢装备了。内、哎、不见了，内、哎、不见了，内、哎、没了。哦不！哦，好久没有升到前。有，我刚换了一个内内。换一个便宜的内内给他们收，能跑很远啊！没、嗯，那我的衣服怎么还在？耶、欸！然后你没穿内内吧？有啊，我刚在附魔、欸。那、啊、你拿在手上吗？穿还有吗？应该是在拿在手上的关系啊。嗯。怎么追他追这么久啊？哈基，他死了，他掉东西了，他很强。后面，注意后面。干嘛？哪边谁后面？怎么了？哪一个后面？他喷东西了，耶！炸药！哎呀，全天还是打是不是？来，还是打。嘿，因为我看到你们在发光。哎、欸，他火焰剑呢？哦，好强哦！哇，不行了，我刚差点死了。他的好痛哦！有下，我帮你。嘿嘿，需要任何东西。波、欸、波，有射死，射死，射死，没事。他掉弓，强一。全天剑，保护二，保护一。哎、欸，怎么火焰？后面，哎、欸，我死了。在哪里？超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那个很痛哦，超痛的，他攻超痛的哦。哎、欸，我攻掉了，你可以捡一下哦。我没看到哎、欸。CUTE 哦，强势的。
那个，我顺走了，等一下。啊，看一下谁啊？有吗？那个对你拿走啦，两件哦，噗噗就没了。你找包了。哎、欸，他装其实不错哎、欸，我刚刚射了一件强势的，他居然没什么扣。我们装备也都冲起来了。对。嗯、谢谢。啊，我们是刚刚没那那样。对啊，哎，稍微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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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是 size 一样吗？我有啊，我不是穿着吗？他有啦，我看你没穿嘞，是我没有啦。哦，那你跟小雨，其实你只是显示 bug， 你那跟小雨，你看错人啦。我刚刚打包打到一个奶奶。虽然你刚刚跟我那样讲，确实怪怪的啦。光来光来光光光，光来拿光来拿，在哪？我在上帝。你在商店？商店，我们家的。有看到，看到。我努力赶回家。哎呀！啊啊！那个 cute， 哎，他没有力量了，有力量，看到，看到，有力量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回家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哎，我在正中心啊。好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嗯，先等本机环，先等本机环。我被劈了。我被劈了。那中心哪里？中心哪里？正中心桥下面啊。桥下，桥下，你安全吗？不安全吧？现在安全呢，正确爬。好，哎，有隐形的，没有人有爬上来，等你爬回来再放。有隐形的。哇，哎，我把那个人，哎，我有打雷，我有打雷。你在雷上，雷到二楼了，到二楼了，隐形到二楼了。我刚刚把那个弓打掉，可是哎，二楼在哪里？我刚看到。本机上来，好了，可以放了。这个角落，这个角落，走出去。他呕吐，他呕吐，他发光，他呕吐自己发光了。他呕吐，哎呀，我吐了！哇，他刚彪彪了！啊，他炸！炸炸是什么？你这样不可爱哦！不可爱，可爱哦，可爱哦！哎，干嘛？第三天了，是不是该领钱了？差不多啦，领什么钱？没钱呐！爱的结晶。保护哇，这下面这个很痛啊！哪一个？下面那个很痛，下面在我们家底下那个发光的，好痛哦！打爆了，打爆了，打爆了！打爆刚刚的那个火焰弓的吧？很痛，不知可行事。我不要砍两下就死了。哇，我来打爆了。我也来了。去中间，去中间了。嗯，在我们家底下，这还在我们家底下。来，我来，我也来，我也来了。我收到一件，我收到一件。他死了，哎、欸，有死了，没喷武器，没掉，没喷的武器，他只有防具而已。嗯，有个走直升机，直升机上面，直升机，直升机上面在干嘛？植物吗？没有，好，直升机那边一堆人，他们想要炸直升机，谁丢我啊？你太坏、欸！这个，哎、欸，我那个书柜，太坏。坏，射死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角度射不到。哦，那个很强的弓，我刚打死他那个。哦，他在我后面呢。哇，上来一个，有一个 cute 什么？他来，他在我们家。哇，他出去了。哇，他进，他进，这边人都是他们杀的。对，要 ban 哪里？在哪里？他睡过去了，这里，还在这里。有发光吗？对啊，死好多东西啊！有东西，没掉，有烧，有人速度，有人超级速度，爆冲！哇，他直接爆冲了！不要打他！另外一个，我打他，下去。嗯，好烂哦！哎，你挖到我了！不是我挖的。我饱了，我在吃牛排。不，你刚后面是谁？哎，底下有两个金矿。哎，底下哎，我们直升机底下有人摔死的痕迹，可以捡东西。哦哦，好多哦。喂，是不是好装呢？无敌啊，无敌！哎，那个 cute 那个有强势弓。哦，对哦。那我放这里，哇，他摔死了。
哎，还有强势攻哦，还有在我脚底下那个箱子。哎、欸，他还有斧头。别跑啊！他有斧头。别跑嘛，对不对？别跑啦，过来嘛，过来的。哎呀，家里家里有个人，家里有个人，家里、啊。家里附魔台前面，附魔台啊！他们这边好危险、啊，在中间，在中间，在中间！哎、欸，顺走！嗯，打野好危险耶！谢谢，我没了。死了吗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下面怎么又有啊？顺到下面，哎、欸，有第二个人。这好挡住哦，先把挖掉。我们直升机注意哦。没有，我现在努力守。我也在去去去。来啊，一打二啊！哦，力量力量哦！顺走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在他们家？啊，你怎么在他们家？我不在。哦、我中了。哎、哦欸，啊，没用到无敌，可恶！可是我们的那个直升机，嘿，剩两颗，两个玻璃片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是在干嘛？这是干嘛？这干嘛？他怎么这边跑过来？他很开心的冲过来。对。下面有一个，我想打吗？这个超痛。他们又隐形没脱妆，哎呦！不要射我啦！这是陨月吗？是我啊，没看到。有一个那个中间那个来了，小坏坏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陨月，陨月。我想说有人在偷挖那边，我想说看不到海底。下面 Cute 叫了，他叫了 ，Cute 在左边 ，Cute 在上下都各一个哦，上下一个哦。本机在被打哦，本机在被打哦，往家里走哦。对，在家里哦。打不赢，你不边跑边扫，我没办法救你。没盾，有 Cute 死了，炸！他顺走了，他顺走了，炸死，没炸死，这不超烧的？为什么好？哎，打你头上，打你头上。很卡吗？本机在烧，掉那个本机在烧，掉屁！对，本机在烧。本机为什么不死克星？对啊，不死克星是哦，打怪打怪。哎呦，那 Q 的盾都可以打了，刚刚就缺一个盾。上面他们都在，哎，有一个摔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团团小心哦！啊，上面两个，剩两个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啊，雨月不在上面了，啊，我是雨月吗？哦、我在阻止他们，他们在更上面，他们在超上面。我在跟他对狙，好，我们打上面，一把下面的复仇。好，对。哎、欸，我射不到、欸、我好菜哦、喔。嗨。哎呀，无限攻啊，无限攻啊！远离我，远离我！无限攻这么嚣张。啊，下去，他下去了。对，谁啦？哎。没有鹅卵石。哎呦喂！死地。嗯，这种摔紧装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堡垒。哦，他们光，他们光，他们光。我光死了。光是哪一个啊？中间。是刚刚被炸死那个的。哎、欸，有人在对方家哦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是在他们家底下啦。哦，我在抓人。好，哎、欸，你算、啊、你算我旁边，算我旁边。这边，这个，帮手这边，快来！哇，还想送我装备啊？没有任何。不过你还在被射，波波还在被射，快走这边。好，我哎、欸，我好像没吸到他的弓哎、欸，你有吸到？我也没吸到，我也没吸到。哎、欸，他弓都不会掉哎、欸，好扯。好扯，就是这么刚好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嗯。听到挖掘声音。过吸到一根箭就是。干嘛？哎，快走开！去下面打宝啊！哎，谁电我？哎呦 ，Q 的是你啊！啊，我要摔下去了！哎呦，哦呦，还有下面。没事，弟弟我在。哦，怎么可能？哦，我无限没掉哎、欸，还好。Q 的好痛，瞧两个人。我掉一个保护三的血血，他们弟弟好像被打光了，留妹妹就好。啊，我没盾了，你有多个盾吗？有。哦，没人了。哎，哦，他们有王呢，帐篷啊，光无敌，光无敌被逼出来了。
好，等下这是我们家的，我们家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家，我们家那么多他们的，对啊，我数不到，还有在他们家吗？没有了，没有。他们走过来都是凶的吗？哎，这个超痛，这个。哇哇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哇，我装备更一堆，右边包了，右边包了。国王，这国王哎，你家国王是国王在我们家啊？他打一打跑来我们家了。好，是国王吧？我应该没看错。刚刚我在打他。对啊，瞬移到我们家吧。他掉弓了，他掉弓了。完了完了，在这里又死了两只，国王又死了。对啊，国王那里底下三只。哇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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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哎呀，那个他要准备放宝石了哦。你要小心哦。要放宝石，那我回家了。放了，要放了。力量注意了，镇海龙还是中圣的。要炸小帮手喽！要炸小帮手了，金酸的哦！快点！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快点，快点！等下小心上面有力量哦！我记在哪？我们下一楼吗？好，有！来了来了！上电上电上电！一楼吗？再一个再一个吧，光！哎，再一个就结束了。有！哎，很 Q 很凶的 Q 特来了！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这个就结束了，这就结束了。好，去吧！我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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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丢了！好，去吧！耶！等下，不用不用，还没死。啊！没有，我躲起来了，我躲起来。哎，你怎么在我旁边？我快跑！等下再还，等下再还，你们先玩，你们先玩。Q 的死了 ，Q 的死了 ，Q 的死了哈！我们是什么队？我们是红队。坏人啦！红坏人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 ，biu biu 需要帮忙吗？我在水井，我在水井，我在水井。还有我风力五，我风力五。你明就没有，你骗我！你太胖了。我没有，我在水井呢。本机后面，本机后面，本机后面。本机后面，看不到路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看不到路。看不到路啊！我摔死了。我打到，我打到了。哦，打本，有打到，不是有打到 biu biu 吗？不是这个，这个是想打本机。哦，我就不太对了，打都没食物啦，我也没食物了，刚刚快放，快放地上有蛋糕，地上有蛋糕，我记得地上有蛋糕，快放吧，放吧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盾都没了，我救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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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摔死了，哎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，一颗星的生存啊，还差二十，还差二十，差两个二十分啊，差两个人，二十分啊，砍两个人，砍两个人，不是砍两个人啊，杀我！好，一个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彪彪彪彪，我没中，彪彪死，彪彪死，啊，我在加，我在加，我在加，哎，啊，有了，杀人魔鬼，可以听我解释，彪彪太远了，我不提，他刚刚死了，我砍不了他。我想说，我装那么好，怎么一下就死了？还可以杀，还可以杀，因为一个力量啊！哇，你强力五哎，我的天哪，好强！哎，我的剑也是锋利五哦！哇哦，哇哦，我捡了对面的一把锋利四和我自己的锋利四合拳。哎，有牛排吗？这里没有，这里地上哎，好的，红砖头。红钻头，你看小雨杀了你，就我们都是共同杀人魔鬼。哎，不要再打我了！耶，啊，没有，我们吃饱睡饱啦。吃饱睡饱打不？好烦哦！喂，起飞，空投始祖。哎，没事。为什么波波会死？为什么你不会死啊？抗性不见了，你的抗性不见了，因为他有点重了。要休息啊！休息啦！休息啦！哦，好高！喂！喂！给不给下去啊？要打哦，没做到人。想下去吗？不可以下去。好啦，今晚先到这边啦。待会我自己要默默的刷魔物猎人素材。他想说，等一下刷的过程真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很无聊，就先到这边啦。
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谢谢大家晚上来收看啦，谢谢谢谢，那边怎么还在打啊，爸爸爸爸爸爸，谢谢各位啦。